买了一个青萝卜，今天炸萝卜丸子吃。小飞今天又去送外卖去了，昨天休息了一天，今天又满血复活了。好了，再来点胡萝卜、香菜、葱姜，打个鸡蛋。起了，面已经弄好了，我们一会儿炸了以后，晚上就做那个丸子汤喝，简单也省事儿。起锅烧油，开始了啊，下丸子了。这次炸的还可以呢，挺不错的。那再吃一个吧。吃呀，炸好了就是让你吃的。真好吃。好吃。嗯。烫不烫？好。吃吧。一会儿再喝个丸子汤。我跟孩子就先吃了，等他回来再给他做。这个剩的不好吃。你的爸留了吗？留了。嗯，别让爸饿着。你跟爸爸掉河里了，我先救谁呀？先救我们俩。只能选一个。爸爸。为什么呀？让爸爸辛苦。是吗？嗯。丸子剩的不多了，我怕他不够，我给他订了点猪头肉，40块钱就买了这一绺，这也太贵了吧？里边掺了点大葱跟洋葱。凑了一盘，齐了，等着他回来。点个啥东西？牧羊店大侄儿的。啊，就那一大兜。不是，牛姐不要了吧？没来过，16块钱。嗯。啊。姐回来够晚嘞，这都几点嘞？11点了，他妈。大肾归来。就是大肾。大丸子，我给你打汤泥现在，熬丸子汤泥。我天，眼睛都红了。夸张。眼哦。你苦老板这个包包就你苦了啊，我看着嗯快烟疼细细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好香啊那有饭里面放肉了应该是没有放肉应该尝尝这样的包吃了这丸子趁刚出锅肉好吃。对，做做这还吃好一点。嗯，下完了啊。嗯。好。又是幸福的一天啊！啥东西？几个？几个是真破红眼了。确实眼确实红。刮来了，眼刮来了。不对，眼泡红了，腿也泡，腿泡断了。泡多少啊？看那样子了。几个是泡急眼了，老师。嗯。几个蛋糕不好。泡多少啊？泡了600块钱。拿了50块钱奖励。啊，71单梦。哦。乖乖。今天我泡急眼了。咱毛子早点回来，熬啥去呢？啊，我娘说这个咋着得泡600块钱？嗯，要不就对不起一人吃了羊蝎子是不是？尝尝来，这高价猪头肉，这边40多。哎喂！我搁那个订了，搁网上订了。有点烟熏味儿，这肉。嗯，好吃不好吃？可以。好吃多少？专门给你买的，俺两个一口都没吃。我给你留点。俺不吃。俺不配吃，都不配吃。咱们都给你买的，咱们、嗯、特意给你订的。只能说那不爱吃。嗯，确实是。什么？什么？多吃点。